昨天绝对是当机立断，就换这首歌，就是因为现在最重要的是要选对歌，最下策是存在，肯定不用费什么劲就比较管用，但是就那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没有再创造，也没有新鲜的东西，只是为了名字。还是那句话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要在进这小节之前是提前戒嘴啊。当然了，就是说这一段要突出的是两小节一大句，直接从这儿，从插段。哈喽。光布，哎呀，你怎么又胖了呢？杨库佐，你看没看老师的歌手啊？看了。为什么你总是输给一个外国人呢？这什么？人外国人本来就好，而且你没你啊？对，你还小，没法跟你聊那歌的事儿。你说你这，从唱歌的角度来讲，一山比一山高，要学的太多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个舞台无论来谁，希望越强越好。